好的，兄弟们，有女性专用，信我们就点了。哎，兄弟们，零级的号能出专用吗？我有一个特别的问题，零级的武器应该出不了专用吧？因为它没有门派啊，出专用他妈显示什么门派专用啊？啊、嗯，我就问你，零级的号鉴定武器出专用是什么专用？领不好你就准备接机吧，当天直接飞来哈尔滨。别的李哥，你开大 G 来啊，开大 G 来，咱俩去沙漠里啊拍视频，来一个沙漠骆驼。可以，你当沙漠，我当骆驼，还行。你当沙漠我能忍啊，你当私教我忍不了。升级没有专用，你告诉我零级没有门派的话，出专用的话是怎么显示的？你全福利能不能给我找一个零级的怎么带专用？我也想看看是啥样的，没见过。显示 ID 专用，属性会爆炸吗？战神怎么加？请举例说明一个人啊带的一个只有 ID 没有门派的啊，你们给我找一找，我看看有没有，我还真的没见过。我见过那些是转造型的。谢谢2669的火箭。啊，狗托就是我，零级的无级别没有门派，真的高手在民间呢，秒打脸，零级的无级别限制。那这把武器现在在哪个等级手里呢？啊。